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各注》第814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。修圣菩提行者，从这一句看起，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行，这叫圣菩提行。当作动词用，也念为恨，修圣菩提恨。与上一句要连起来读呢，则从根本之而差别之，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贤。学大乘的同学，这几句话了，不能不知道。不但知道，而且常常记在心上，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都能相应。那我们就在菩提道上。如果不相应，那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中国的佛教是大乘，没有小乘，没有小乘怎么修？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们提倡《弟子规》感应篇。那是什么？《弟子规》是儒家的，最重要的启蒙课本。感应篇是道家启蒙的课本，唐朝中叶，中国祖师大德们不学小乘了。小乘在唐朝初年以后，
中叶以后没有了。小乘有两个宗派，成实宗、居士宗，这两个宗派的名词现在人知道的都不多。不学小乘怎么能学大乘啊？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，啊，从唐朝一直到清代，在家出家，高僧高士。高僧出家人，高士是居士，在家人出来的人才不少啊！啊，密宗所谓有大成就者，宗门教下都有。啊，那净宗就不必说了，更多了。由此可以证明，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。啊，我们不学小乘，一定要学儒学道；不学儒道，一定要学小乘。你才有基础学习大乘，如果都没有，大乘法不能契入。就是净土宗要没有续世善根，信心不能建立啊。所以修净土的人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早年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二十几岁啊，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，以台中莲社做榜样，莲社的同修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老师是只有三五个啊，真往生，绝大多数不能往生。什么原因？不是经不灵，经要不灵应该一个都不能往生。哎，他还有往生的，少数。这一桩事情，距离我们现在六十多年了。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一万人当中有几个能往生？老师在那个时候说三五个。现在都要往下降啊，大概只有两三个啊。这个事情提高我们的警觉性，现在社会的动荡，地球上灾难很多，比起六十年前严重了很多。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，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，怎么办？
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答案。我们怎么办？这叫我们修身菩提恨。啊，怎么个修法？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。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，这一句话在此地就是肯定地告诉我们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这就是殊胜无上佛道，就专指这一句。从文殊的大智，起普贤的大贤。文殊大智，我们生不起来，为什么生不起来？没有生文殊大智的基础。基础是什么？净业三福第一句话所说的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没做到啊。所以接不上文殊大智普贤大贤。那么再看看大乘在中国的表法，中国以四大菩萨表大乘法，第一尊地藏菩萨。地藏代表什么？孝亲尊师，就是净业三福前面两句，地藏菩萨代表。从这个根上生出观音的大慈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说白一点，观音菩萨的大爱啊，观音菩萨无条件化而如是，爱护一切众生。不但爱一切人，爱一切动物，爱一切植物，爱山河大地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他用真诚的爱心来对待啊，真诚爱心无条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菩萨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我爱不爱我的眼睛，我爱不爱我的耳朵，哎呀，为什么爱他？他是我自己。我们就没有想到啊，遍法界虚空界就是我们的眼睛，就是我们的耳朵。没想到他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中国人，中国学佛的人，跟慧能大师很亲切。啊，为什么？慧能大师是中国人，大彻大悟的中国人。啊，所以他代表我们中国的佛教徒，他开悟了。开悟说了五句话，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句话重要啊！这万法就是整个宇宙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。啊，佛经的术语是：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。这万事万物从哪来的？佛法没有说是神造的。佛法说是自性生的，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真心。啊，我们的妄心，人人不一样，个人有个人的妄心，但是讲到真心，完全一样。真心是一颗，啊，整个宇宙是真心生的，妄心变的。如果要没有妄心，那这个自性所生的万法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没有妄心变化，只有真心显现的。啊，所以自性能生万法，到极乐世界完全明白了。这一句话里的含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，什么意思？一切法是我心生的，是自己真心生的，一切万法就是自己啊，不是假的。这地球上70亿人跟我什么关系？跟我同一个字体，比一家人还亲呢。这个要知道。所以佛教里头讲慈悲，无缘大慈，通体大悲。啊，慈是娱乐，帮助别人得到幸福快乐，这叫慈；帮助人离开一切苦难，这叫悲。同体大悲，无缘是没有条件，无条件的大慈。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有没有这概念？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？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是观世音表法的。谁去落实？普贤菩萨落实。普贤菩萨怎么落实？华严经末后善财53餐就是普贤菩萨的落实。啊，53位菩萨代表什么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。
啊，这里头有出家在家，全包括了，跟我们什么一体，跟我们同一个自信。如果你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方东美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他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终于搞明白了，完全接受了。啊，现在我在此地向大家介绍，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，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文殊菩萨的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普贤菩萨对待一切众生都看作诸佛如来，自己的父母师长、兄弟姐妹，不但是一家人，而且是同体而生。同体而生，中国叫同胞啊，同一个母亲生的，这个母亲是自信的。不但所有一切人同体，一切动物同体，一切植物同体，一切山河大地同体，虚空法界同体，这个人我们尊称他是人类当中究竟圆满，真正享受到最高的幸福快乐。我们真是看明白了，想通了，你就契入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所有经典上都有。我们把经典翻到最后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？啊，孔老夫子入这个境界了，颜回也入这个境界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夫子把这句话啊，这是不是夫子说的？学生论语是夫子往生之后啊才编的，把夫子这一句话摆在第一句，大学问啊。第一句说什么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
啊，我把我所学的统统兑现了，统统落实了。像我刚才讲的地藏的孝亲尊师，观音菩萨的大爱啊，无条件的大爱，文殊菩萨的智慧，普贤菩萨统统落实了，全都做到了，不亦乐乎，那个乐是快乐啊，跟乐不一样，乐是外面来的，乐是从内心的喜悦啊，那个欢喜从内心喜悦，佛法叫的法喜，法喜充满啊，长生欢喜心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，为什么要学儒，要学中国传统文化，为了快乐，为了幸福啊，那他真叫你得到啊。孔子当年在世，在社会上没地位，没有做过高官，他是平民，他不是贵族啊。那颜回更不必说了，三餐饭都有问题啊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颜回在忧愁什么。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，见到颜回都笑眯眯的啊。佛法讲法喜充满，他的快乐从哪来的？从道来的，修道得道，从这么地方来的。这个与世间富贵没有关系啊。那现在这个社会上富贵人我们看得很多了，确实他没有我幸福，他没有我快乐。为什么？贵而不安，富而不乐。这个不安不乐才天天忧虑忧愁啊，放不下了。我们心安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一心一意只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天天正上处理心，啊，天天心里面所向往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就是你多快乐。极乐世界能去得了吗？真能去得了啊。那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人不能往生呢？不能怪念佛，也不能怪学教，是怪他念佛学教没有落实到生活上，所以他心里头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啊。他的身体上还没有摆脱怨恨恼怒烦。那你从表面看的是怨恨恼怒烦，你看看他心里是贪嗔痴慢疑，多能往生啊。往生的人心要清净啊，
心性则佛土净，他这些东西扰乱他的身心，身心都不清净。啊，他的心是染污的，是分别执着，这个不能让他往生，这一放下就能往生。我们看底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而普贤大师之德，断在道归极乐也。普贤菩萨的大德，究竟圆满的大德是什么？就是领导我们回归极乐世界。华严会上到最后五十三参，最后第五十三参就是普贤菩萨。善财童子参访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大家好懂，普贤以十大愿望保举善财童子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大德了，他保荐善财童子，同样也保荐每一个幸运持名的同修。你只把这四个字做到，真相信，没有怀疑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就行了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愿生净土。我没有别的希望，就这么一个希望，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亲近阿弥陀佛。我到那个地方去拜师学道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成道，成道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普度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佛刹里面苦难众生，干这个事业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，准备到极乐世界去。断恶，不着断恶的相；修善，不着修善的相。啊，着什么相呢？只着阿弥陀佛的相，只着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。啊，我再说得清楚，说明白一点。心上不能有东西，心上有东西，有善有恶，有人有我，有是有非，就染污了。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不但这个东西没有，佛法也没有。佛在《金刚般若经》上讲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，
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，如果有佛法，佛法染污了清净心。你看清净到这种程度啊，达到究竟是什么？是一念不生。最后连这句阿弥陀佛念头也不生，恭喜你，你圆满成就了，圆圆满满的回归自信，成无上菩提啊！啊，无上菩提，无上的佛果，我们今天通通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。我们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啊，将来决定往生，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普贤的大德就在这一句。啊，如果不能导归极乐，都不能说是究竟圆满的德行，还有欠缺。啊，回归极乐就得大圆满了。那咱们今天有很多同学说，我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四五十岁了，学什么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净宗法门叫你什么都不要学，阿弥陀佛特别留住海贤老和尚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榜样。海贤老和尚长寿，这个寿命不是他本来的，他到这个世间来是业力在生的，他不是尘缘才来的。啊，这个长寿我们可以说是他修来的，不是他本有的，也可以说他这个寿命长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，阿弥陀佛要求他，赞叹他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，可以给现代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学佛的最好榜样。为什么？学教有好老师啊，没老师跟谁学？学歪了会学到阿鼻地狱很多，我看见了，不是假的。那找不到老师怎么办？找到这一本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找到了海贤老和尚就行了。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，出家不出家没关系，在家也一样修。啊，20岁开始修，师父给他剃头，出了家了，师父只给他一教了他一句话：南无阿弥陀佛。6个字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还告诉他明白了，他也不懂什么叫明白了，明白了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他真听话。什么时候明白了？
大彻大悟啊，明白了。这个明白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同一个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成佛了，跟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。啊，跟这些诸大菩萨、祖师大德同一个境界。啊，但是他生在现在这个社会，现在这个社会不能说，不许说。啊，你说无师自通，哪个骂你？回报你，回报你造地狱业，你把人家都送到三恶道去了，所以不能说。啊，会看的人看懂了，看懂了也不说。啊，现在可以说是你已经往生了，可以说了。你要不往生，我绝不提你的名字。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啊，往生可以说了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跟他学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念六个字可以，念四个字也可以。怎么个念法？一句接着一句。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头。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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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慢没有关系。啊，我念慢一个字一个字念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妄念加进去。啊，快慢都没关系。啊，睡觉的时候睡着了，断了。醒过来了，就赶快接上，就行。啊，除了这个睡觉之外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有些地方不能念出来，心里头默念。啊，心里面的佛号不能中断，口里头中断没有关系。啊，口里念佛，自利利他。自己念是自利，念出声音，别人听进去了是利他。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啊，这就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给人了，传给别人，好事情啊！啊，经文上讲的受记，从佛受，当来彼当作佛之际，因据上述之智慧誓愿与诸妙行，故彼定彼得佛之受记。啊，阿弥陀佛来跟你受记。到时候佛真来，佛来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久？等寿命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你的心踏实了。阿弥陀佛已经告诉你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被录取了。啊，那个地方名单有你的名字。你就可以放心了，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。啊，还有不少人抓住这个机会就不放了，真不容易遇到阿弥陀佛。啊，既然是真的阿弥陀佛来了，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，还有寿命不要了。啊，
不想在这个地球上过苦难的日子，赶快求往生。这种人占多大的比例？很大的比例。我们今天看高僧传，看净土圣贤录，里面许许多多人三年往生，啊，早年我在年轻时候在台北讲经，有一个老听众德荣法师，他住在基隆，啊，常常听我讲经，问过我这么一句话：往生传里那些人三年往生，是不是寿命都是三年都到了？我给他说，这个逻辑不合逻辑，讲不通。啊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阿弥陀佛来递信息给他的时候，他要求阿弥陀佛还有寿命不要了，这才能讲得通。啊，这个例子 也不少，古今都有。啊，阿弥陀佛带他走了。啊，宋朝迎客的例子是最明显的。啊，这个是破戒的比丘，不守清规，造作罪业。啊，幸好呢，他相信因果报应。想想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跟经上对照对照，将来必定堕无间地狱。想到地狱苦，害怕了。向同学们求救，有没有方法救我不堕地狱？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，他看了之后很羡慕，啊，就把疗房的门关起来，一个人在里头念佛，不眠不休，念了三天三夜，真诚心的感动，也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兑现，无逆是我临命终时，真能念佛，佛都来接引。啊，阿弥陀佛来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十年之后佛来接引。他听了之后就向佛报告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跟你去。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跟他约三天之后来接引。他寿命不要了，阿弥陀佛走了，约了三天之后，他非常欢喜高兴，房门打开告诉大家，我念了三天三夜，啊，不眠不休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引我。庙里人都笑话，没有一个相信，啊，像你这样无恶不作的，啊，破戒的比丘三天往生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好在三天不远，我们等等三天，看你往生不往生。到了第三天，他也请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，大家当然都欢喜，啊，一起念佛，念了一刻钟，
古时候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半小时，因为中国古时候是把时间呢分为十二个时辰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一个时辰是现在两小时，那一刻是四分之一，应该半个小时，他就告诉大家，大家看不见，他看见阿弥陀佛来了，来接我去了，跟大家感谢，这个照顾送行，他真走了。这个事情记录在往生传，记录在这个净土宗里头的往生圣贤的这个书籍里头。那么他这个例子让我们想到净土圣贤录上说的，往生藏上说的，讲得通。三年以后寿命不要了，我们在香港，这也是应该有好几年前了，六七年前，黄忠昌30岁出头，他看到古圣先贤的例子，他发现闭关向小猎户关找不到，三年还差两个月他往生了，也是自在往生，2年10个月功夫成就了，火化的时候留的有舍利，向小丽给他建了舍利塔，这是现代，在国内在国外我们都见了很多，不是假的，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都是对于这个世间有牵挂，舍不得离开，只要最后有这一念就拉下来了，就去不了了，去不了来生业力主宰你，你的善业成就三善道，恶业成就就三恶道去了，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决定不能把这一次往生的机会错过了，这个机会人人有份，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，得大圆满，到达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，这部经等于说给我们大家通通受戒，你真想去去得成呢，到极乐世界这些生活环境都告诉你了，精进用功很快就能成佛，不能大精进，因为你在那是无量寿，寿命无量，整个世界
花草树木也是寿命无量。所以必定成佛道。啊，我们都应该懂得，应当理解。啊，圆满佛果，故曰受记当作佛。净言疏曰：举彼至心，记彼成佛。弥陀此记中，首二句是志愿。当中三句是所修甚深，末后受记成佛，是所感的妙苦。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身心不移。啊，经上所说的，我们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，这就对了。下面这第三个小窟，探二空智。有四句，啊，一首偈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常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前面这两句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会所里都说，一切有情非情，这个非情就是无情啊。有情是动物，无情的植物，啊，非情成植物、矿物，啊，这个情就是见闻觉知，啊，植物没有见闻觉知，矿物也没有见闻觉知，动物有。啊，那么有情非情这四个字就把一切万法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下面讲的净慧凡圣，凡是慧，慧土，净土指西方极乐世界圣人。啊，我们如果能够舍弃这个世界，怎么个舍弃法？我们起心动念没有这个世界，啊，这个世界上一切所有我统统放下，连这个身体也放下。行啊，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的净思集、咏思集，啊，看看他留给我们这些光碟，他对这个世间的表法做榜样，啊，彻底放下了。连身体都放下了，
老和尚视线一个很平凡的人，表演给出家人看，表演给在家人看。他所有的财富只是几件衣服，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房间里头，疗房里头。设房的供养，他通通拿去做功德，拿去布施。印书，印诵经书，他虽然不认识字，听到好的经书他印诵。修建道场，让出家人身心安稳，好好念佛。他的事，平常做的工作是种地，他是农民出身，所以对于种地很有经验。出家之后开荒种地，因为住在乡下，乡下有很多土地没有主人的荒地。他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树，收成都非常可观，种的面积很大，拿这些去学做布施，救济贫苦，当地的人对他老人家很尊重。表现给我们看，布施出家人内财布施，他们也去赚钱了，但是他种地的收成布施给大家，这属于内财，特别是表现给大家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不离口，表演给别人看，劝人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时时刻刻叮咛着大家，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别的全是假的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时时刻刻提醒大众，他是真正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。他不说，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。注解里头说，先把诸法说出来，就是万物，六祖师的万物，现呢，现者不改矣，现是不生不灭，其离体也，诸法本具之体性，永无改变。乃其实际离体，这卦符上这个解释很简单很清楚，这三句，体性永远不变，
所以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所生的万法它有改变，人有生老病死啊，树木花草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，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永远不变，找不到，只有心体自信是真的，自信能生万法，永无改变。那因缘和合假名诸法，这也有个解释，因缘和合而现诸法，实界虚妄，但是假名而已。啊，这就是一切万法，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，这经上讲的很清楚，但是很不容易体会啊，于是对经教产生怀疑，怀疑就不能开悟啊，所以什么人能开悟？什么人是如来的真正的弟子？老实人、听话人、真干人，具足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决定成就，他念佛一定往生。啊，那不老实、不听话、不真干的，心里面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教他看不懂，你叫他来听，他也听不懂，他的疑虑断不了。啊，我们早年学经也不例外。这些问题摆在心里很多年了，别人跟我们讲，我们不相信啊，这成见太深，这个成见是染污啊，现在所谓的科学教我们分别之处啊，当我们看到现代的量子力学啊，外国人的报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啊，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，有科学证据，我们看了这些报告再看佛经懂了啊，因缘合成假名诸法，把因缘给它分开，这个法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啊，一直分。80年前发现原子，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原子是宇宙物质现象里头最小的，不能再分了。可是随着科学仪器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创新啊，新的这个先进的仪器有办法把原子打破，原子被打破了，发现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，原子
怎么形成的？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啊，发现这么多东西，组成一个原子。啊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再打破，原子核打破，电子打破，中子打破，啊，发现有很多东西，再称为粒子，基本粒子，粒子好像有60多种，啊，有些微细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啊，这个东西是又被科学家打破了。这近代发现微中子，啊，微中子再打破，物质没有了，空了，啊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，科学家则恍然大悟，原来物质是假的，物质什么？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，怎么回事情？啊，所以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。啊，极微色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小的物质现象，这个物质现象一打破就空，就没有了，所以也叫灵虚尘。跟虚空隔壁做邻居的，啊，他一打破了，虚空就出现了。啊，今天科学到这个层次。啊，那么念头，念头从哪来的？念头是怎么回事情？现在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。我们相信，20-30年之后。这第二个秘密又揭穿，念头也不是真的。那佛法讲念头从哪里？从无明来的。无明是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是业相，啊，业就是动，它动了，自性是不动的。这个东西动了，动了就是妄心，就是阿赖耶。啊，所以。用第六意识来观察，啊，来探索，可以对内也能探索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，能够发现，啊，这佛经上讲的。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，科学家还可以把念头的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再进一步探讨阿赖耶的业相，就是什么原因、怎么个动的，这个不觉，就是那个不觉，不觉佛法里头没有原因。啊，这一念不觉就麻烦了，念念不觉就错了。一念不觉立刻回头，那就是自性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诸法假名，有名无实，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心法。起心动念也不是真的，也都是些假名而已。啊，因缘和合，啊，而现诸法，实实在在同时虚妄，但是假名而已。自心即灭。体不可得，故云空无我。
啊，空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这三样东西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这是自性，自性的本体，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一切万法都是依他而出现的，没有他就没有万法，所以他是万法的本体，万法是生灭法，他自己是不生不灭啊，所以佛称他为空无我。啊，无我的意思，不可得。唯有不可得，才能得一切法，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呀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讲，总结一句啊：般若无知。下一句是无所不知。般若是什么？般若是自性里面的一分，自性具足，第一个就是具足般若智慧，无量智慧啊，智慧的体是自性，自性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叫自性空啊。你问他什么都知道，它起作用，能生万法。能解释万法，能明了万法，这是智慧起作用。啊，那么我，这佛家讲我，这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人我，凡夫不了五蕴合合假现有我之意。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，能常主宰世民人我。啊，这就是把这个肉身呢当作我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叫五蕴。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肉体。啊，身体里面的器官、细胞，这都是属于色法。啊，跟色法相对的是心法，受想行识是心法。啊，有色有心，心受想行识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现象，受是感受。你有喜怒哀乐，哀是乐的感受，啊，想是思想。啊，行，行在此地是继续不断，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，它不中断，叫行。识是含藏种子，这都属于心法。啊，阿赖耶的八识种子，我们做过这些人能记得，什么原因？识。啊，实际上。我们的记忆啊，是范围非常之大。我们不是这一生一切造作，这档案像档案库一样啊，无时界以来，我们所造的一切业都在这里头啊，所以你只要成佛了。真正解脱了，
啊，证得阿罗汉果，知道过去五百世。啊，不但知道过去五百世，也能知道未来五百世。啊，未来还没有来，怎么会知道？阿赖耶列行里面的档案，那是因，从那个地方就知道未来的状况。啊，所以智慧对于宇宙人生万法的通达明了，不要去学。科学家是学来的，学得很有限，学得好辛苦啊，才知道那么一点点。啊，不要学。啊，所以佛跟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高明，叫我们说开悟。那悟从哪里来的？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平等心来的。清净心是定，平等心是大定。阿罗汉所修的是清净心，菩萨所修的是平等心。啊，所以阿罗汉只是把执着放下了，他还有分别。菩萨分别没有了，为什么不能执着？为什么不能分别？因为它是假的。你分别执着还是假的，假上再加假，你什么时候能见性？现不了性啊，必须得放下。阿罗汉放下之处，就成菩萨了。啊，他还有分别，三贤菩萨，再把分别放下了，他就是大菩萨。啊，三贤菩萨，大菩萨了。啊，三贤菩萨再把无明放下。无明什么？无明是懂啊，就是一念不觉啊。这个放下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，他也生十宝庄严土。他要不到极乐世界去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将来的往生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。啊，报身佛所居住的地方。啊，完全靠戒定慧。啊，不需要科学的工具，也无需要科学的知识。啊，你定到一个程度，你眼界就开了，那一个程度都见到了。啊，阿罗汉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，看得很清楚，如同眼前所见的。啊，化身菩萨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原教初住菩萨，他就不只看一个大千世界，
啊，他能看几十个大千世界，几百个大千世界，几千个大千世界，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十方三世，啊，在禅定当中，空间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我们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们没有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在当下，同时看到。所以，大乘教里头，不但有高等哲学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它有高等科学，不但是高等，究竟圆满的哲学科学，在佛经里头。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，今天我们看量子力学成就就知道了，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是现代科学的最高峰啊，最高峰上科学还没达到，啊，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了，佛陀教育最低的啊，是佛教小学，它的内容偏重在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圣贤教育里面属于初级的这个范围，小乘啊，修学的期限12年了，啊，12年下学，啊，12年之后提升，佛讲方等，方等是8年，好比是中学，啊，8年之后，佛讲般若。22年，这是佛教大学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阶段。啊，这个阶段22年，啊，最后8年讲法华，是把学般若的这些菩萨再提升到成佛，所以成佛的法华。啊，开智慧的楞严，中国古大德对这两部大经的赞叹。啊，楞严是智慧，法华是成佛。那我们就晓得，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一生就干这么多事情，办学、教学。没休息过，没有一天放假过，啊，释迦佛以身作则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，啊，榜样做得好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啊，功名富贵有啊，王子出身了，他要不出家当国王去了，统统放下，19岁放下，放下烦恼障，
啊，三十岁放下所执障，不求学了，不再参学了。啊，在这之前12年，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，所有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。啊，结论呢是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三界就是轮回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所以放弃了。我们以后明白了，30岁放弃的所执障放下了，19岁放下的烦恼障。啊，他就入定去了，毗婆罗树下入定，在定中大彻大悟。啊，出定之后，就到落叶园，把无比丘找到了，跟他讲经，讲阿含。所以，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谁教他的？他从哪里学来的？没有啊！啊，印度许多那些宗教不谈这个，跟佛说的不一样啊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那他所教的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研究生啊，这些课程，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。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见心之后，自信的流出来的，本自具足啊。啊，外面求不到东西啊，是心外无法。心外求法错了。法从哪里求？从自信求。所以，佛说的那些经，给你当参考资料，你可别认证啊！你要认真在经里头求啊，错了。经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起作用什么都有，妙极了。本自具足，就是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都在自性里头。你不求明心见性，你搞这干什么？啊，海贤老和尚，他的师父教他的一句话，那个法是什么？那个法是明心见性的法，用念佛的方法把自性念出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无有高下？每一个法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，所以它平等。见心之后，一切法就流出来了。佛佛道同，释迦佛所说的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没差别。你见性的，你马上跟他们平等了，站在一条线上。这是佛陀教育，跟世间完全不一样。啊，中国这个圣贤教育跟佛差不多。啊，到最高的境界也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他要不见性，他说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
啊，所以我感觉到我们中国文字最初创造文字的不是诸佛再来，就是法身菩萨。为什么？他能帮助你见心啊！中国文字你要深入心地清净，看到那个字会开悟。啊，我昨天跟同学们讲的是思想两个字，还得了？你看思，你看想，什么意思？思，心里有分别了，心上有田了，画格子了，分别了。那想呢，有相了，有妄想了。啊，你想就想，所以想，心上有想。啊，思，心上有分别，相呢，想呢，心上就染污了，相染污。是分别，这不是法身菩萨，谁知道？你能说造这个字的人不是法身菩萨？我不相信。所以中国这个族群不讲这个朝时代，要讲什么？讲光年。亿万年光前的光田的光年以前的那个世界，中国这个族群学的就很不错了，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，所以感得大菩萨诸佛到这个地区来为我们创造文字，为我们讲这些道理，要不然讲不通啊。啊，地球这么大，他们没出现这个，他们出现那个阿罗汉辟支佛这个层次，啊，许许多多宗教这些创始人，啊，全教菩萨，啊，仔细看他们经典，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有，不是没有，不多，不像中国这么多。啊，这些都不是假的，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老祖宗留的东西我们要宝贵它，比什么都宝贵。金银珠宝那个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中国的文字是真的，中国的四库全书是真的。四库全书里，特别是经，经是自己，特别是经啊，经那就是跟佛的境界很接近啊，子书菩萨境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在子书里头啊，我们。从哪里知道的？都是从大乘经上知道的。要没有这几年大乘经的熏习，这都摆在我们面前，还是不知道啊，还是看不出来啊。啊，那么大乘经的教学，你看教学的理念方法相同。啊，佛法讲看破放下，从这开始。啊，儒家讲格物致知，从这开始，格物就是放下，致知。就是看破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然后这事实真相也不要放在心上，
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，什么都没有才生智慧。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，叫所知障啊，把佛法变成所知障，那佛菩萨就很冤枉了啊！教你的东西明白，可别放在心上，心决定是清净平等处。这佛法修什么？本心净体，清净平等处，因智慧啊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那是果报啊，福报啊，啊，大智慧，大福报啊，福报从哪？从智慧来的，没有智慧哪来的福报啊？佛法佛慧双修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啊，这么多好的明心见性的古圣先贤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珍惜这个缘，好不容易啊，要认真努力啊，学东西要守住老人的规矩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发心做专家，别做通家。实际上专到极处全懂了，全通了还做专家，为什么？给芸芸众生做个好榜样啊！不要让这些众生看他都是通，门门通啊，样样都学啊，我为什么不学？他不知道一经通一切经全通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什么？从一部经里头开悟，悟了之后全懂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也学很多东西，学杂了，学乱了，把你的悟门堵死了。你所学的全是知识，你没有开悟。那佛告诉我们，经典没有意思，你怎么可以求经？这什么意思？那什么？没有意思。那起作用的时候，别人来问的时候，无量意。十个人问你，十个讲法，没相同。活的，一个意思，死的。啊，这是佛法难处，也是佛法容易处。难易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顺畅的很容易，不顺畅的就很简单。啊，所以底下是了达。但是无蕴加合是物自体，是为人无我，是为小乘人的修行，断烦恼而得涅槃。他断烦恼，只断见思。啊，见烦恼。佛教学把它分为五大类，第一个身见，第二个边见，第三个见取见，第四个戒取见，第五个邪见。
把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全都包括了。啊，那个根神呢？神不是我，都把神当作我。六道里头的众生，都把神当作我。所以粗果都不能证得，为什么？小乘粗果五种见惑断了，六通恢复两种，天眼天耳啊，虚道环，虚道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这个房间之外墙面他都能看到啊，上面能看到，下面也能看到。小乘粗果天耳通啊，你在哪里讲话他能听得到，不必一切啊，二果开始断四惑，四惑是贪嗔痴慢疑，这五个啊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净呢？证阿罗汉就断净啊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净，超越六道轮。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四圣法界里头，声闻法界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在那里休息。啊，在慢慢的，尘沙烦恼断了。就出十法界了啊，生同居土，破了无明之后生十法土啊，自自然然现前，只要放下境界就现前啊，到十报图里面再把无明烦恼放下，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叫什么？证得圆满的法身，圆满法身是什么样子？圆满法身光啊，净土宗教常寂光啊，华严经里叫大光明藏啊，好像这个房子里就有几十盏灯照得很亮，哎，你一入进去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灯光，光光交融，融成一体啊，在那个里头分不出甲乙丙丁，分不出啊，一切诸佛如来到最后共同一法身，这真的究竟圆满。回过头来再想想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，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啊，干什么事情都不情愿，烦恼习气让你在轮回里头永远在那里转啊，转还不要紧，你在这里有喜欢的有讨厌的，哦，
这就发生对立，就造成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。如果遇不到佛菩萨帮助，多半是恶的念头多，善的念头少。六道里头遇到的恶人多，善人少；恶缘多，善缘少。一时比一时，严重啊！啊，每况愈下了。最下是无间地狱，罪受完了之后再往上升，那个受罪的时期太长了。佛经上的话要相信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太可怕了，不是几十年几百年了，是五千劫啊。这些事实真相了解了，对眼前这个机缘你就会拼命抓住了啊。极乐世界我非去不可啊，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了，每天能吃饱能穿暖，很满足了，一心念佛，我就干这一桩事情啊，干什么工作我也不离开念佛啊，只要是不操心的，都能干啊，用心的要思考的事情办完了，阿弥陀佛接上了，这个也行啊。一定是工作不妨碍念佛，念佛不妨碍工作啊，不比念出身，最重要心上有佛，心里头念佛，这就好。那断烦恼，阿罗汉就能证涅槃。第二呢，放过固执诸法有实体，有实用，这叫放过。啊，这是对外面的环境。若了达诸法，但是因缘生呐，跟身体一样啊，色无自体啊，名法无我。小乘唯物，人无我。菩萨两种无我。都真的了，都明白了啊！所以大乘教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对于佛法。不执着了，对佛法不执着，最大的一个好处，心定了，像海鲜老人，一生就定在阿弥陀佛四个字上，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报，真的成佛了，这么简单。这么容易，但是很难相信。你相信，真能一生成佛啊！希望我们大家要回头，要相信，
海贤老和尚这个榜样，我们就学这个榜样，学别的学不成，没有那个能力，也没有那个时间，学这个行。三年五载都能成就，啊，真正用全心投入，我们相信一年两年也能成功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